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萱萱。今天我们一家人，还有我妈，还有我弟，今天准备去超市大采购啦。我们去买很多好吃的，准备过年啦。一家人出来购物很难得啊，其乐融融的。哈哈，买吃的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为什么呀？啊？带你买好吃的还不开心？因为他没游戏玩。哼，就你最积极，你慢一点啊！你看都是你的，你看，哎，这么多吃的啊，是吧？那你去拿吧。老妈，老妈，老妈，你刚才听到没有？刚才又有人夸你了。你知道，说你那个保养的好啊，看起来特别年轻，不像外婆。不像外婆，像什么呢？像梁子们。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哎，我刚走一会儿，你们怎么又拿了一辆车啦？怎么了？不行啊。要买那么多东西吗？对呀、啊，要买很多很多。过年嘛，是吧？对，要多买一点。家里人多，老妈客气，她说叫我们多买一点。终于买完了，买了两大车，我们。看看我们结算一下大概要多少钱。还有，等一会儿。拿东西他最积极啊，你看你看你看，跟来不及一样的。你够得到吗？对啊，这个他最积极了。现在开心吗？哈哈，开心还是不开心？开心啊，现在又开心了。放上去，等着拎。好，我们终于买完了，买了一大车，三大袋，这么长的清单，第一次买这么多，花了760块，真的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买这么多东西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